这一组歌手不是今天的问题，而是大概是这两三年来我听过最好的声音。个屁呀、啊！这一组歌手不是今天的问题，而是大概是这两三年来我听过最好的声音。个屁呀、啊！我告诉你，我倒是想听看看你为什么这样讲。原因就是，他是属于轻声细唱的，但是却又是他的声线却很清楚的。他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，因为那个 pitch 歪七扭八的，但他声音很真，但是他能说故事，说故事你就不是这么大声说故事，而是应该在你的耳朵旁边 whisper。但其实这首歌的歌手是很不得了的。这首歌的原唱魏如萱，他其实也是用 whisper 的唱法在唱这首。但我觉得你唱歌的态度要笃定一点，对，他太不确定了，你觉得不笃定是吧？好，我们现在举牌好吗？一、二。是否能够获得通行证？举牌。哎，新垣结衣耶，当然 OK 啊。对啊，我两张，对不对？可以。宪哥，我真的太跳痛了。我没有，我不知道他是谁，我这个角度只能看到他的内裤。干嘛讲出来？稍微调整一下，调整一下。你裤子，我们刚刚没有办法好好听歌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讲的是真心话。我讲的是真心话，他如果能够把 vocal 做了这样的一个修整，他会是很可怕的歌手哦。请出场，来来来来，不管他是谁，我要定你了。嘿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佩恩嘛。对对对对对，好了，那你就往小房间，咱们好吧，聊聊嘛。谢谢仙哥。对对，小房间那浴室会使用哦。啊，没事。